我暂时不想杀你们了，不要逼我。哎、欸，你看什么？这个木桶会怕着凉，所以这样子盖合情合理吧。木桶说他怕人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可以哦、喔？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栅栏才是啊，傻眼。下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是该犯木板了，该被切、啊。我太低估这些畜生的智商了，不好意思、啊。下去，下去。这木桶很好看，下去。畜生，下去。哦，好，你下来。欸、放地板门有用吗？我想说就在头上放地板门。白菜，我做了。嗯，这个是你下来，还有还放错位置，白痴哦。这个是这个的，然后这个是这个的。哎呦，你下去啦！对啊，是丛林。哦，丛林在这里啦。结果发现他们还是站得上去，有没有？巧克力板，这个是巧克力板，嘿嘿。好，这个放这里。再上去啊！啊，一只羊嘞，那只羊嘞，跑去升怪塔了。你过来，别问我酸神怎么来的，打旅行商人掉的，过来。Thank you.
算了，我到底要干嘛？放回去。丛林木。嗨，再乱走会死掉，我跟你说。地毯要干嘛啦？有了，地毯，我不就是不想做半砖喔？啊，看来应该不是走旁边上去的啊。要不是你长得像我朋友，就杀下去了。下去，下去。忍耐。忍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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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白痴做错，不能怪人。哦，不想做门呐，回去。没开口的话，怎样才能懂？我好想把画面倒带回头。你留在我心中。熟悉的表情。我有萝卜吗？嗨，对耶，我有萝卜耶。玩到智商会变低耶啊！这是打怪掉的，这件超好哎！假如说那 我原本穿在脚上，然后发现说这一件超好，我就马上拿下来。我想砍光光了哎，阿玛也不见了，啊，应该是献祭掉了。
欸，我要把动物杀掉了哦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要等牛出来啊，没有牛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拜啦。哦，女子应该会留下来、啊。就你最特别，把你留下来。你有看到你的家人都死光了吗？你有看到这个是什么吗？你再不听话，就跟这个一样哦。懂吼？好、哦，点头。嘿，他点头啦。啊，你不是去睡了？怎么又醒了？啊，这是什么树？怎么长这么低？两天没挂台，什么两天没挂台？我这游戏才玩两天而已耶，你怎么了？这我才玩第二天呢，哎，圣安德哎。
这是两天都挂台没看哦哦哦哦，抱歉。嗨，你好。拜拜。谁会知道啊？哦，还好是他没带什么东西，还好。我只是想举盾，我怎么就坐上船了？等一下哦，我身上有没有什么？水桶，水桶，水桶。啊，好像水桶比较值钱而已耶，因为他要用那个铁。这也太赚了吧！一个铁加书等于八个铁，哇！我要钓鱼了，我不管了。好啦，今天就再做个自动钓鱼机，我们就准备关台吧。哎，气死哎！空岛坐个船怎么那么危险呢、啊？糟了糟了糟了，这不是我的诺亚方舟。嗯，木棒嘛，然后想一下哦，木材。嗯，一些木材，然后斧头。稿子跟剑，还有一大堆萝卜，就这样没有了。哦，还有炭，我的火把。哦，然后我熔炉应该要多做一点了。发现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熔炉不用那么多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挖矿，等一下、哦。嗯，需要烧炭。有没有牛啊？有没有牛啊？没有牛。不是手物哦，就举盾啊！对啦，盾哦，我的天哦！我好像有啦，铁19个，可以。嗯，再做个盾。鹅卵石是吧？啊，我不要去拿原木。如果没有拿到枪，可不可以？不是，我觉得是从每次从那个啊床掉下来，他不是会去找个地方落足点吗？而且我不能不下床呢，我不下来的话，我怎么办？在上面被打，好，做回我们的武器，稿子，然后，盾牌，好了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只是没有。看而已。好了，又回到没有死过的我了。对啊，是这里耶！这里下来之后，照理说我也是踩在这上面呢、啊。啊，还是说我下船是刚好卡在这个里面？那就掉下去了。I don't know。我差点想说 ，by the way， 顺带一提。我要去。
对啊，我是飞出去桥外的啊，所以我刚刚想说，奇怪，我的点怎么很奇怪啊？刚一直到我死掉之，我这个双手是放开离开滑那个键盘滑鼠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去盖自动钓鱼机，然后今天差不多就结束啦。我又忘记自动钓鱼机怎么合啦。